像我们家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角落原本就是放一个洗衣袋，那因为我跟我老公原本就是想说这边要放一个可以挂衣服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适合的。那在三旗那边真的是找到一个非常有质感的，像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就是可以挂可能平常会穿的外套，或者是明天正要穿的衣服，都可以先把它挂起来，这样子就是做搭配的时候就不会在那边东找西找，找一堆衣服这样子。啊，下面呢，这个呢非常的稳固，真的超级稳。还这边有一个小挂钩，有两个啦，两个挂钩，我就会选择可以挂包包啊，或是挂帽子之类的，我觉得都还蛮方便。那今天的所分享的，就是居家购物的开箱就到这边咯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，那不要忘记订阅我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那下次见咯，拜拜。